數以百萬計的鯊魚因為魚翅貿易而被殺害。每次在網上看到殺害鯊魚的片段和相片，看到活生生的鯊魚被艱辛地切去所有的魚鰭，然後扔入海而窒息而死，這些這麼殘忍的行為竟然是我們人類所造成。從今天起，我希望大家和我一起，一次都不吃